好啦，咁大家好啦，咁今次咧就係一個預告嚟，就用翻呢個場景去俾大家睇啦，就係翠屏河公園啊。咁我哋咧就已經決定咗嚟緊下個星期五7月14日晚，就係陳總降臨 One Two 真仙嘅與網民近距離接觸嘅答問大會。係啦，咁咧就第一次我搞嘅時候咧係4月頭嘅，咁嗰次係冇留底嘅，咁然之後就好多人都成日表示話遺憾啦，因為嗰日唔得閒睇唔到。希望上一次錯過咗嘅朋友咧，今次都可以捧場啦。咁咧主要今次嘅陳總都會想講翻啲真仙嘅發展啦，譬如係換咗粵衣吹米之後嗰個情況係點啊，又或者嚟緊真仙有一個九展嘅活動，大家有冇留意啊？咁其實佢都係想講翻多少少真仙嘅動向俾大家聽啦。咁順便亦都會有 Q&A session， 就好似上次咁啦。咁呢條影片咧，除咗預告之外咧，就係收集問題啦。咁啊，除咗喺我呢條影片下面留言發問之外咧，就可以喺我說明欄嘅渠道裏面就留言歡迎發問嘅。咁陳總都會盡量去解答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有啲如果涉及商業機密嘅，亦都又係盡量要避免啦。咁另外就係好似上次咁樣啦，都盡量避免柴台啊，又或者係提其他同類型嘅食肆。今次呢條片就係咁多啦，約定大家7月14日晚夜晚8點真仙 One Two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另外記得訂閱我呢個 channel 咯。今次呢條片到此為止，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